们今天呢就烧香啊，拜祖先，我们要去拜祠堂，走吧。太公这里啊是露天的，所以说现在下雨，我们就不把太公的真身露出来了。介绍一下我们拜太公的东西啊，这个公鸡，还有一个猪肉、糯米饭、状元饼，还有一个人头饼，就是寿星饼，一个状元花、状元子，还有一个柏枝啊。本来传统意义上面呢是三茶五酒，但是现在是新时代，我们就一杯酒一杯茶就可以了。现在给太公烧那个纸钱，倒茶啊，倒酒啊，让他喝饱喝醉啊。现在到我们的赖氏祠堂这里啊，祠堂里面已经好多草了，赖氏宗祠啊。文魁，拔魁，恩魁，福禄寿，这是我们祠堂的祖先灵位啊。同财托佛阿婆要得吉吉伦伦，祈门立家平安，顺顺利利啊，后生呢捞得多多钱，弄得聪明伶俐啊，种顺心啊，大家好，顺顺顺。如果你的年包年追啊个年潮个好，再努开始翻年包年追啊。尊敬啊，大家好，元宝念珠啊，托出来托佛。好了，拜完太公啊，我要鸣炮了，要响炮。今天有点害怕啊。好。搞得我还害怕。嗯。啊？什么情况？买到一个流货。再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哇塞！吓我一跳。这个是我们传村人的老井啊，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水神啊，水井宫啊。走了。